你安尼嘛爱哭，啊，搁咧流浪无哭咩呢？哦，哦，那囡仔伊若通个依靠就好啊，可能哭讲啊，搁无通个依靠。真紧啊那，啊那无嫁啊无。无生囝，还佫伫遐流浪是要创啥？来，佫哄哄爸爸哄袂下，佫父亲哄袂下，受十几年啊！原来就是十几年啊，才会哭。迄若无十几年，可能唔知。可能无修十几年，还靠袂出来。好，再来看四十八页，四十八页第二段下骹，比丘，非你所应之法，以速断除。显然那非你所应之法，因为我拄好讲的幻觉妄，你若不是如幻啊，成妄的，不是你所应之法嘛？敢是安尼？对不？所以妄爱断，一速断妄，不是幻。幻是本来的毒幻，好，再来，咱个看第六行，色非我所应，啊，我拄下都解释啊，这宇宙安那来，色是安那来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拢是一念无明妄起二边相来。对吧？所以非我所应，不应该无为，不应该无为，那一速断除，所以可能有的还佫未了解我拄仔写字有帮的实实实实，还有。去个人唔知无啊？这个意思就是讲，结石死了之后，啊死了之后应该唔是好势啊，就是讲已经无去啊，业已经无去啊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。是安那，是对时取向，又对时取向，所以安尼就出来了，安尼了解吗？这是生性，对生取向，对死个出相，一出思想的生相个出来，安尼。还叫做生死刹那二边相出来，那就是我们的业相，刹那刹那生死就是我们的业相，所以我们受到那个刹那刹那生死业相没去，要怎么没去？我刚才说的孤修的人这样我都没去，比如说
你累世人，累世人已经习惯你无念啊，所以你正常未出来。安尼咁听，迄就是，逐世拢无咧修，还念到足厉害。啊，所以哦，无着伫即世碰着因缘要修，啊，结果呢出啥？出正常，因为伊一看到镜呢，伊会念念的时候，伊就爱，伊就起一啥要离，安尼敢知？还能听吗？我还能弄点点。啊，真正听无？啊，我讲你听哦。当你感觉这灯这灯是明的时阵哦，你的潜意识内底已经有暗想啊，安尼了解？你若潜意识内底无暗想哦，你袂感觉伊是明想，对。所以想到那对事处想，也就是你的潜意识内底有生的想。你才对事处想，哦，比如讲，你想到那对事呢，会感觉苦，会想要哭，看人死也想要哭。在你的潜意识里内底哦，你就是爱生，所以袂爱死，恍然顿顿，顿顿，对，安尼就处想啊。对死的初想，你看有的人哦，人是往生的，艰苦啊，靠家呢，哎，潜意识底下你就是爱生嘛。啊，意思来讲，你对这世间的迄男女的迄款生的迄个用的，还佫足重的，知无？我讲安尼有道理无啊？所以我要注意看哪一个人哦，以后家人如果有往生啊，靠家都点点，我知啊，这个人我啦，站在，一个清楚的人哦，伊绝对是看到人生也未欢喜，看到人往生嘞，嘛未悲哀。未必相背，有时啊，人请请我去，请我去人告别式咧开始的时阵哦，啊，一去里面气氛蛮凝重的哈，哦，国家不也说。我说我那些爱笑出来，人家说，哎，那个错你的，讲，哎，安尼那会跟我的气氛无啥共哦。
啊，当然吼，我是慢慢甲因转迄个气氛过来。啊不，迄气氛足悲伤的气氛吼，唔是挑工买房，啊人在咧死，人到在咧死人啊，你个了解？我唔是安尼吼，慢慢要互伊转咧。气氛啊，但一般人伊控制袂掉，控制袂掉。啊，你一控制袂掉哦，迄家属一伊悲哀哦，哎，一死人都走袂去。好好讲给侬听，因为死人碰着亲人咧悲哀，你舍不下，我也舍不下哦。安尼对死人无好，所以我那时啊，咱个转咧气氛。还死人的走，跑不走，对吧？啊嘞，迄个人名扬拢会当啊，两利。对吧？无安尼哦，规工安尼笼罩迄款气氛吼，啊你厝内人也艰苦，啊死人嘛走袂去啊，啊不你讲。啊！你要希望伊去西方，我话恁兜安尼是伊是要哪起的去？哦，哦，所以念的是时时时时时时的重要思想，啊，时时的重要思想。就要生相，就要死相，安尼呢，取福报得出来啊，安尼意思，安尼敢听？因为你都爱安尼去了解这经内底意思，啊无吼，你拢会甲这个阿含哦看得足清的，就是你有来。我相信这内底你里面嘛看有，但是哦，你就无，你就歹体会这意思。好，再来咱搁变到五十三页。五十三页的第五抓下卡，当为你说，若非你所应，也不是愚人所应，那此法已速除断。意思来讲，不是跟他立你啊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，啊安尼会忘了你在经。断除掉，哦，这款的业相你都要赶紧会晓换，哦，爱换啦，换一切有为法如幻，就对，所以你莫去妄，想快乐。或者是修悲哀，迄拢是啥妄？哦，人迄款对佛人对佛法的法喜是会当互人的心安，绝对袂让你啊，我安尼敢那很享乐的感觉，唔是，袂安尼。哦，你真正每一个人这款心一定要出来，你才会去甲对答哦，你拢袂怪。哦，我讲啊对无？连咪欢喜甲啊连咪碰到你袂介意的，你就感觉足苦的，安尼还好我懂，安尼还好我懂自在。
你若去到对达，你都拢讲啊，反正